我这个人啊，有过一次失败的人生，工作做不好，恋爱谈不好，就连买个房子都被渣男骗走。悄悄告诉你们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梦。梦里我新生了。你猜我梦里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谁？你喝多了。哎呦我没喝多。这些都不重要。反正这一次我还是干什么。你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我梦里见到的最后一个人，是你。